没有自信，因为我是也是物理学的学生，所以说我觉得语言就是我也非常开心能够自信能够在长城去开始让我感受提前感受到语言对于也是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的话，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下去。因为刚刚踏入学校的校门，然后所以在演戏这一方面会有更多的自己的提升和学习，然后希望以后能从事在更好的学习以后，然后从事更多优秀的作品。我觉得演戏呢，每部戏演每个角色，就是在诠释一种不同的人生，诠释不同的人。那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一些电影以及电视作品。那在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我会认真对待我的每部作品，然后争取诠释好的角色，然后也希望自己不断努力。好，我们也非常期待三位能够成为优秀的表演者。谢谢。好，非常。